210抽，今天的210抽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。那如果也想要讨论天心姐相关的游戏的话，可以加入大师的LINE社群，在资讯栏下方有连结，然后右上角有 QR code 也可以扫一下，然后密码是输入334567833 334567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支影片呢，要抽210张，集齐了啊、哦！我按了啊、哦，时间抽第一次，一休你 go！ 我看到 SSR 曙光了，母后已袭呀！第一抽都中两张 SSR 卡，是不是？那是两张哦，是不是两张？是不是两道光？两道光对不对？我看几抽可以抽到全部 SSR 卡。啊，红沙有了，我太欧了啦！哎，哦。兄王立秀，王府深，太猛啦，各位，太强了！我上次20抽都中 SSR 卡，这次第一次10连抽都中 SSR 卡，而且还不是重复的。哎哎哎！霍庸两个转世，霍庸的两个转世，我一次抽到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以后台湾上市，我抽不到怎么办？不是我这个算是特殊案例吧？高潮了，各位，高潮起来！两张，我记录一下 ，SSR 卡，黄甫生，哎、欸，一次中霍庸两个转世、欸，你行吗你？太猛了、啊！不行，我只要寒月，我要封寒月。啊，哎，紧张呢。好，第二次了。Go！ 我都这么欧了，还没有破60个人。哎、欸，这次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次没有。两张 SR 卡，不欧了，不欧了。教武大师，谢谢慕容真哦哦 ，OK 好，我是不是要统计一下我抽到谁啊？好像要对不对？一石朵中的几率蛮高的。好，第30抽。画旁边跟画右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差、啊？画这里，我要画一个小圈圈。中了啦！中了啦！简单啊，这游戏没有难度啊！我又中了啦！欸，如果要是不一样，真的是欧到爆！欧阳铁汉，俺乃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，兼任殿前镇卫将军，贺兰铁汗。哎，大家不觉得贺兰铁汗的配音很熟悉吗？我一直想不起来是哪个经典角色的配音的声音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不要退，先别退群啊！
哦，这次我有了，我、哦、有了。神阙宫斋女葛云一在此生座对你说话，你可明白？哎，原来 SSR 卡抽到葛云一哦，葛云一会送哎，哇，天哪，抽到我不是很想要的角色，因为他会送，好吧，不过至少还是。依照知名实况组这个案例要到站了，别到站啦、啊！不是抽到葛云一就是没什么用啊，因为已经有了。对啦，可以身心突破，没错啦。好，这是第三十抽的结果，抽到一张赫兰铁坦跟葛云一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来。有吗？没有，很普通的一次。没有风寒月了哦。一星一星，两星哦，又是慕容针。白碗好像真的很难抽哎，可是我抽到了。第四十连抽竟然没有白碗。哇！那白碗算是很难抽的角色哦。来，第五十抽，有了没？有了没？没有。这个做节目效果不是，也是看几率性的哈。我这是要拉时间呐、啊。我知道你们看完就走了，我又不是不懂你们这些人。哦，银凤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有吗？龙妖哥，龙妖姐姐，龙妖姐姐，哦，龙妖姐，幻境龙妖，我也是第一次抽到，第一次抽到。若想逃过龙妖的术法，那可以把你的记忆藏好了。哇塞，怎么跟以前差那么多啊？这个手可以放下来，其实。好。这是第几抽？第五十次，我们还有六十次，只剩六次哦。第六十抽，有了，有了吧？有了吧？刚刚是不是有？没有，看错，没了啦，不欧了啦。相反子的几率很高哎、欸，怎么样抽不到比你了？比你搞的是 0.001 趴哦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第七次。没有，没有了，用光光。杨云佐，哦，第七十次才抽到杨云佐，你看看。所以杨云佐看起来也不是很好抽哦，至少我曾经当过欧洲人。很难抽哎。你看到、哦、我像第几次了？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四十次了。四十次，看一下哦。如果四十次连续五十次没有召唤 SSR， 则下一次获得 SR 印泥的几率提升 2.5%。好，所以我们再一次如果还没抽到 SSR 印泥的话，就会提升 2.5% 了。
所以这边就变 2.5， 就变加 0.5% 这样。Go。高光的时刻一次就够了，不行啊，我们要持续高潮。有了没？没有。没有呢。一二三，哦，这是第八次，对不对？第八次了，这是第八次。走开啦！我乃紫云派掌门周崇是也。滚！周崇走开，谢谢，不送。好。这次会提升第90抽，会提升到 7%， 应该是 7% 吧， 7% SSR 卡的几率。周崇是被阴千阳一剑戳死的，跟朱浩一样没中。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几率会不会提升的，应该是有了。寒武沙，哦，上官远，上官远不好抽 ，SR 卡、上官远这些都不好抽。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阴千阳的，不是。好，我们刚才第一二三四五六。六十抽都没中 SSR 卡，然后第十次的时候几率就变7%开始了，也就是说每一抽都是增加 0.5， 也就是说这十抽每一抽会增，第一抽就是 7%,7.5%,8%,9%,9.5%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你说想看那个旁边的 5% 变 30%， 走开，你走开。好，抽。扭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路只中一张，很呕哎，还真的只中一张，第十次中 SR 卡，好，这样子几率就重置了，又是龙妖。有了，哦，白碗中了，哦，白碗到100抽才中欸，所以白碗其实不好抽哦。哦哦吼，欸，没有语音，我帮他配好了。如果可以安闲与抽，愿永远不拿起那难写的大剑。闲与抽好像也蛮少见的哦。好，第110抽。日配哦。我怎么记得金钟好像会有。是我记错吗？哦，对哦，是轩辕剑才有日配。记错了。没有，这次没中。欸，所以我今天玩轩辕剑7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切到日配吧？还是日配要年底啊？日配好像要年底。哦，之前玄机是 SR 卡哦。哦，会不会全部都变 SSR 卡？连寒武沙都变 SSR 卡？我觉得啦，嗜血应该都要是 SSR 卡才对。啊，日配是 PS4。专属的，是这样子哦。我抽到阳环，阳环也是很难抽。你看110抽才抽到阳环，但阳环其实在 SSR 卡来说算蛮值得练的，攻击的手又长，
两格距离。好，再来120抽。我觉得好奇怪哦，怎么大家都想看抽卡而已啊？我这么认真在玩剧情的时候，你们人数还没这么多，这样对吗？对，我已经有下火蚁了，所以不会练阳环的。好，第120抽。SR 卡其实也很难抽，真的是，你要抽到有用的角色也很难抽。没中啦。夏威夷的全形态目前还没有出完，他现在只有青年版的夏威夷而已。霍庸没有，霍庸还没有出来。不要30%，南昌芝麻包，不要乱说话，嘘。第13次，唉，好，这次是第130抽，130抽。没有，没中。没有那个，就刚刚好。现在顺了啊，你就刚刚好。好，这次 SR 卡中三只。香荒子这种几率蛮高的，那香荒子大家真的要去练哦。144。卡蛋哦。没有抽到女角。很衰欸。真的 SSR 卡到现在都还没有都还没有抽到过。我的老婆不见了。对好，我有抽小公主啊。天哪，救命啊。好，第150次。150抽了，快结束了。欢声姐的卡片都还没有出现过，除了会常出现那几个啦，寒无沙那些的。没中。紫韵一直抽到欸。紫韵抽的中几率太高了哦，白婉中了。白婉也很难中。好，好，160抽。有了。我记得有些公司会保留资料啊。啊！连续三张 SR 卡，走开啦！走开啦！阴间瓶，我已经有了，我不想要阴间瓶。连续三张 SR 卡，运气还蛮好的。
好，160次中了 SR 卡硬件瓶，重复了啦。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抽卡的几率啊，大概第50次 1,2,3,4,5 第60次会中，然后最少第70次你会中一次，最少的情况啊。我不喜欢建平啊。好，再来170抽，我要画圈圈，我刚才角落画圈圈就中了，画圈圈，角落画圈圈，好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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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一张而已，会中谁呢？果然在角落画圈圈是有用的，边缘人就是在角落画圈圈。我们 SSR 卡就会出现了，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啊，三光远不是，还好。见识兵离，在此公文遇命。看到了没？第17次兵离，谁跟你建平？兵离啦！你看，角落换圈圈，大家记得在左下角换圈圈，左下角换圈圈会中，左下角换圈圈。好，大家记得在左下角换圈圈。为了宾利不退群，什么？我还没抽到我最想要的风寒夜，我至少宾利跟那个夏侯乙两只都有了。这张图就是一直放着，不要按了。你看。冰里有蜜大腿，左下角画圈圈会中，超扯的，画几个圈圈哦？我刚刚是顺时钟，不是，那只是一个都市传说而已，你们还真的相信哦？那个腿漂亮，180抽了，再一样在角落画圈圈，画圈圈没用了，怎么办？我寒月真的不来了，风寒月是不是很难抽啊？怎么感觉风寒月好像比冰你还难抽？都一样的，这没必要看的。杨环，杨环这种几率蛮高的。190抽 ，Go！ 没有，看起来就没有。没有，慕容真有了。我那个黑龙解鱼也没抽到过。杨环倒是蛮多张的。你这中了两只杨环是怎样？四个 SR 这是最高一次的四张 SR 卡。慕容真、白婉、杨环，其实这三张都可以练啊，但主推练白婉。因为白碗漂亮，好，200抽，中了没啦？没有。可是我们不能欺骗观众啊。每次标题会打抽卡，抽到了四婢女，我在上次30抽还50抽就抽到，全抽到了。不过话说这么说，我这次连那个
那个火属性的角色叫什么名字？猪什么的，反而这次都没抽到，就白碗一直抽中。虽然我本来就喜欢白碗啊，我也爱风寒月，我都爱。好，最后一次了，第21次，看会不会中了。没有，看起来就没有了，没了啦，没有风寒月了啦。没了啦。哎，有中了，中珠环了，可是我有了。我都爱，对不起，我都爱。我现在爱的角色反正就是风寒月、冰离，然后白碗这样。没了。好，210抽结束。还有一个免费抽，我们再抽一次。好，免费抽，这应该不会中啦，这个会中才有鬼。没有。不过中 SR 卡还蛮强的。哦，杨云卓。杨云卓。啊，运气蛮好的，无感。好，210抽正式到此结束。那我们看一下角色介绍吧。那我们等一下再点这个，我们它会有语音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下角色咯。那210抽的结果来公布一下成绩。第一次抽到两张 SSR 卡，黄甫生跟夏侯乙。第30抽抽到葛云一。第100抽中 S 仙羽超，第160抽是殷建平，170抽是宾礼，没了。所以总共抽了一个小时，所以总共呢，我们的战绩是210抽，你会中到我呢，中到1、2、3、4、5、6张 SSR 卡。好，这是210抽的结果咯，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呢？好，